我们今天开始走这个汤加里罗穿越，现在刚走了2公里，但是回首一望还是相当震撼，一片荒漠、荒地、荒原，也能看到有很多人成队的往上爬。哇，今天太阳很足。我们现在呢是开始爬坡了，进入到从 easy 模式进入到中等模式了，爬山，爬雪山，然后回头望看这个整个荒原还是很震撼的。从左边看，哇，哇哦，地上这些应该是岩浆凝固的形成的熔岩。过了这个 South Crater 之后，哇，感觉地热起来之后，就跟仙境一样。哇，怎么样，魔幻森林中土世界。哇，一会儿我们要去爬汤加里罗山，要去登顶。现在我们是从南弹坑到这个红火山坑的路上，在一个高点，应该是中途吧，感觉像魔法战争战场之后的残骸。到达了 Red Crater 红火山口，哇，好，我们来到了穿越线最美丽的翡翠湖和蓝湖，一共由3个湖组成，颜色非常非常漂亮，而且水温应该是暖和的。过了蓝湖以后呢，就是下山了，就比较简单的路线了，前面会在一个 hut 处休息，然后最后就直接到停车场了。那么在下山的过程中可以看到陶波湖，今天天气还是相当不错的。陶波湖在后面，前头是一个另外一个小湖，很舒服。下山路修的还是不错的，都有防滑的，还要防止水土流失的这个铁丝网。我们停在这儿，往这边看看。有一些冒烟的是有地热，不过是私人的领地。